不容易，才撑到最后一天，我不甘心。哼，等到试炼结束后再醒来。知道是最后一天，还敢在外面逛荡，活该蠢死。哼，就在这里睡到试炼结束。林师兄，最后一天了，随便吃点凑合下，等回去再给你做好吃的。师兄，你对我真好。对了，师兄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的安静啊？那是因为，外面有鬼。鬼？不是真的有鬼，我只是打个比喻。啊，吓我一跳。今天是试炼最后一天，能留下来的要么实力够强，要么运气够好。试炼到现在，大家手里应该都有不少玉牌了。玉牌足够多的人没有再战斗的必要，像我们就会躲起来等到结束，而玉牌不够的人则会在外面继续寻找对手。哦，我明白了，现在的情况就像在玩鬼抓人的游戏，所以师兄你才说外面有鬼。分析的不错，但我说的鬼并不是指那些玉牌不够的人，而是指已经收集够了玉牌却还在外面的家伙。哦，为什么？他们在享受狩猎。找不到玉恒峰的杂碎，路上也尽是一些无聊的家伙，哼，真叫人火大。嗯，这家伙怎么回事？看上去好弱，身上的血腥味却浓得发臭。你别过来啊！我居然会紫片，有古怪。我警告你，你别再逼我了，逼我的人下场都很惨的。哦，连剑都拿不稳的家伙居然敢威胁我。刚才一样。完了完了，太迟了，要开始了。为什么你们都不肯听我说，一个个都跑来逼我，这下又要倒霉了。都怪你，想找死自个一边死去，别连累我啊。你是在威胁我唐天都？反正已经晚了，来啊，我王立会帮你逃毒毒。是唐天都，你啊啊。时间不多了，看来这一轮碰不上他了。
咱们运气不错，居然在结束前还能捡到个落单呢。嗯，喂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乖乖把玉牌都交出来，免得受皮肉之苦。你确定被包围的是我？凌飞，知音啊啊！各方弟子注意了，第一轮试炼到此结束。可恶，我记住你了。得救了。我的玉牌。第一轮试炼，获得玉牌最多的16位弟子，分别是天泉峰唐天都、玉衡峰邱月华、瑶光峰王林、天行峰宋天行、玉衡峰林飞、玉衡峰宗阳。罗长老的弟子此次全数通过试炼，看来玉衡峰要声名大噪了。罗某向来对弟子要求严格，可是耗费不少心血才能有此成果。哎，长江师兄，你看啊，这回能够长点月供了吗？真传大会将在7日后继续，在此期间，通过试炼的弟子都将获得去剑壁参悟的机会。啊，剑壁！莫非是那面传承了无上剑意的剑壁？就差两块玉牌，这天上的两块玉牌！啊！真是太好了！师兄，我们要去剑壁了，要去传说中的剑刀圣地了！啊！师兄，你该不会不知道剑壁吧？我跟你说，那剑壁可不得了，被誉为咱们北境第一剑道圣地，据说是上古剑仙的遗迹，若是有缘，甚至可以从中悟出无上剑意。这么厉害，还上古剑仙？莫非比林半壶还强？